为何一直的如此无法回到过去，但我仍愿意感谢你给过我爱情，每一场风景都是我们爱的证明，就算如今天各一方，注定我是我寂寞，独自守着有两个人之间的回忆，只是每当到这时候我都会妒忌，为何一切变得如此无法回到过去，但我仍愿意感谢你给过我爱情，每一场风景都是我们爱的证明，就算如今天各一方，我会一定好比你呀。今年是泰罗奥特曼开播50周年，1973年4月6日泰罗奥特曼迎来了他首集的开播，他有着奥特之父、奥特之母、亲生孩子这样的设定，同时也提出了奥特兄弟、奥特家族的概念。上次让大家猜的这位正是艾迪奥特曼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让大家猜的是这个。如果此刻你已经猜出来的话，那就赶紧把他的名字打出来，没猜出来的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在下个这个视频的系列告诉大家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个赞，给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